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号召善心人士一起来捐物资关怀长者，而为了要给人方便，执行长妙智法师还亲自的把各界的爱心栽培到府。用爱心物资把后车厢塞满满，紧接着法师还新手爱心企业家冒雨把物资宅配给长者。我光照耀着你，用温暖歌声带来佛法祝福。这一天，佛光人不止送物资，也带来心灵关怀，和长辈开心互动。变拢给你吃，安尼，跟你做，感谢这些有爱心的社会团体、企业还有个人一起来响应赞助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仁爱之家每年的寒冬送暖，我大概参加了十几年，所以我们执行长的带领之下，给独居长者满满的关怀哦。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号召善心人士一起寒冬送暖种福田，希望陪伴长者温暖过好年。因为是林君毅宜兰采访报道。